不上了，但是要小心他们从上面落下来，不动，反正活不到最后，得动啊。 选吧，选吧，选！谁选啊？你们？哎，没选，没选啊！你们选，你们输了吗？ 哎，我让我队友选。来啊，选啊，你们！绝技选一个吧，绝技。 应该不在，39个，他搁那惩罚呢，还计数呢，还有加10个49了吧？没有，我之前是29，王华这个39吧？应该。好好好。他说错，明天他起不来了。他都提出大厅了。来来来，嗯，明天腿疼休息一天。 标题就是明天腿疼休息一天，谁选？谁选？谁选？给你选，真他妈废呀！我选，我们四v四也突围不了是吧？没意思，昨天突了，没意思，突围没意思。昨天我们玩了一把5v5突围，我们5个人一边被对面秒突结束。 按在家门口出不来打。那你们选吧，我不知道玩啥，我操！啊？你选吧，白老板。我选，我一会儿要做了，我39个。再玩吧，那个吧。 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踢球吗？还是什么？哎，那个跳水的那个图叫什么？浩南，还记得吗？什么医院？你搜一下。对，医院搜。<笑>跳水是啥？你坐去玩算了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医院楼顶，医院楼顶。我下了，我下了，下了。<笑> 这个输了多少个啊？一个人的10个是吧？10个呗。那来开了，一边4个就行，我们马上到那边集合。啥意思？一人5条命啊！一人5条命啊！自己攻就爆。 这个什么意思啊？绝技应该玩过吧？跳楼？跳那个水池，摔不死就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等等。来先进。那它下面有个那个水坑，然后你稳稳的跳到水坑里面，你就死不了了。砸到水那个小空格里面，你就死不了了。不用空中再跳一下是吧？不用不用不用。还行。左边。 哎，别急，不了啊！哎，脚，操，图不行，图不行，坏了，图不行，操，画不了，不是这张图吧？是这个，它的版本号不一样，应该是。是，1.6，只有这个。它那个图出 bug。那就还把那个，我要把跳楼。